01，从猴子变成人需要成千上万年，从人变回猴子只用一瓶酒。02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剩下的12是特别不如意。03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没钱吃饭是大事。04，世界上两件事最难，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前者成功了叫老师，后者成功了叫老板，两者都成功了叫老婆。05，人生就是呼吸，呼是为了出一口气，气是为了争一口气。06，我建议大家对我的长相理解为主，欣赏为辅。07，结束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，最彻底的一种是借钱不还。08，没心没肺能活百岁，问心无愧做人不累。09，出门在外老婆有交代，坐车莫坐第一排，菜夹不到站起来，喝酒别把胃喝坏，路边野花不要采。深不怕路远，就怕志短，不怕缓慢，就怕成长，不怕贫穷，就怕堕落，不怕对手差，就怕自己差。11，昨天是历史，今天是开始，明天谁都不好使。13，我这人不太懂音乐，所以时而不靠谱，时而不着调。14，要不医假病，久不解真愁。15，我只为人民币服务，谢谢。16，如果我死了，我的第一句话是终于不用怕鬼了。17，不要总是对我忽冷忽热，那样的话我怕感冒。18，人家有的是背景，而我有的只是背影。19，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人。20，命不在乎长短，但求活得灿烂，吃光用光，身体健康。21，孔子不能帮你解决的问题，老子帮你解决。22，地球是运动的，一个人不会永远处在倒霉的位置。23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24，以前拥有的不要忘记，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，属于自我的不要放下，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。25，只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26，不用你叫得起，若有一天我觉起，连本带利还给你。27，生活就像淋浴，方向转错水深火热。28，哄老婆开心就做做假，哄孩子开心就做做秀，哄自己开心就做做梦。29，人追钱跑，越追越穷，钱追人跑，想穷穷不了。30，有的家庭几根面条就能撑起热腾腾的日子，有的家庭一堆金币反而把日子折腾得七颠八倒。31，朋友不怕真坏，就怕假好。32，天会黑，人会变，三分情，七分骗，路还长，别太狂，以后指不定谁辉煌。33，人的眼睛有5.76亿像素，却总是看不透人心。34，人生如戏，什么角色演什么戏，不怕别人看不起，就怕自己不争气。35，忍一时得寸进尺，退一步变本加厉。36，肉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减肥，蔬菜上涨是为了让我们低碳生活，墓地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着，公司不涨是为了我们努力奋斗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